财产，一个钱哦。安尼无爱老爸，无爱老母安尼，但是伊嘛是一个善良的囡仔。南宁前同时爱子，凶手却是自己的大孙子跟媳妇。死者妈妈边讲边哽咽，尽管孙子事情大逆不道，但阿妈却还是希望孙子能够判轻一点。拍爸爸这个吼，我想无伊是安怎会甲别人来拍爸爸？我是讲吼。来当个判较轻吼，伊若出来嘛，当照顾弟弟、照顾妹妹，来当互阮媳妇出来照顾这囡仔，啊无我嘛老啊。我唔知会当照顾伊偌久。这起冰尸案发生在2018年，死者遭杀害，冰在一楼的大冰箱，足足三个月，骇人听闻。结果竟然是妻子协同长子，还有两名共犯杀人冰尸。死者长子被依杀害直系尊亲属罪判刑18年2个月，死者妻子则依共同杀人罪判刑8年，其他两名共犯各被判刑13年跟15年，全案定验。做主管这困料哎，足困料。由于当初杀人地点以及藏尸的冰柜就在这栋死者一家租来的透天厝，成了凶宅。邻居透露，让房东很困扰，到现在还在求售中。有真多人看，但是买不成的。这栋透天厝原价1000多万元，邻居透露，之前曾有买家想出7折价购买，但因为凶宅无法贷款而作罢。毕竟凶宅接受度低，该如何脱手也成了屋主最大难题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